雙 J Double J 新 group 名呢個係嘛？有冇啲咩誒？即係個心誒幾時知道開始即係、就是、要出道？其實我幾時知道啊？其實我諗可能半個月之前，嗯，其實都差唔多半個月。咁、其實我嗰時知嘅時候咧，我唔知係咪 confirm 嘅，咁我就冇出聲。系，但系 Jay's message 咗，佢就话：喂，我哋几时开会？我好期待啊！几时开波啊？咁佢同翻我讲话：哦，咁应该咁就 confirm 咗啦，都系好最近嘅事咯。最近嘅事，所以我哋其实即系一知，即系我一知啦，我已经即刻揾 Jay， 即系想快啲夹啊，因为我好兴奋，同埋都知道佢非常之有经验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快啲请教一下，究竟有啲咩要准备，有啲咩要做啊？咁样咯。系咪都好耐都挂住舞台，特别系阿 Jay？ 系啊，因为自己其实真系头先先至同 Jay 讲紧，我其实。舞台經驗真的不多的，更加之前停了一段時間，所以是很緊張的，因為也很開心今次是一個非常大的會場。我想說你不需要緊張，因為我在這裡。是啦，我們一起演出，我們一起演出，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，這些很好的，這些這麼好的男仔真的很少有，很少有那些這麼 comforting 的，他在這裡說我立刻定了多少，很好的，會很好的，一定一定正。我們之前都互相有做過大家的演出參加。是啊、yes. 我們第一次是啊我是因為我那時候我是哇在 Store Hall 嘛、Store Hall 我就做了他的嘉賓，之後我就叫他你的 Store Hall 第一次開 Store Hall 的時候我又做回叫他做回我的嘉賓，跟着今次就一起做是超正，因為其實我欣賞了 Jace 很久，他音樂上我覺得是他是很 creative， 即是看到他即可能打扮衣著等等，還有他對自己音樂的要求是好，即是会是用好多，他有好多諗法。咁所以我知道呢个 show， 我觉得 creative 上，因为我自己可能 creative 唔係好叻啦。吓、啊、你竟然咁样讲。我即係唱歌嘅咋，寫歌咁，但 creative 唔叻，但係你喺度呢我就放心。哇你唔得咁啊，佢已经系赞人呢，赞到人哋呢已经好怕丑啦，跟住个人又咁 humble 啦。我讲真嘅。即係女仔我好少，你其实好少见到我咁样呢啲开心笑啊，即係呢啲咁嘅 situation， 我真係喺 J 峰隔篱我先会有囉。是啊，真的我很难招架你咁样。OK 嘅 ，OK 嘅。唱歌啊，计 long 啲人嚟写俾阿 J 咁，系啊，再一齐合作嘅歌曲咧，一定会有啊，但系唔话俾你知啫嘛，同埋唔知几时啫嘛，但一定有噶，系一定有噶，系咯，即系唔会为咗个 show 特别再要谂谂喎。我哋要再谂，要消化。系啊，要睇下大家反应点咯。我知啊，但系。但你明白吗？好大压力的，即是我自己在个台上我自己的 show 跳，那跳得核突都没人会玩。如果有一个跳舞那么厉害，我又跳得那么核突。那就是不会核突咯，有我在这里一起跳就不会核突咯。可能是名师呢出高徒是的。你现在变了压力，我现在开始流汗。我其实在你隔离唱歌我都很大压力的，你唱得那么好听。你唱得好听。互煲的环节。其实到时这个 show 就是这样的了。这个 show 这个 show 就会见到我们在互赞大家咯。你婚紗颜色不是应该是 battle 的吗？我不是 battle 的，我是有不同颜色代表我们有不同的性格，出到来的那个音乐会是很丰富，是不是？很多颜色很 colorful， 很特别。我们各自有自己的色彩，但是拼在一起都会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有，看看他又帮我翻译了。翻译广东话。已经草定那些赞美句子，是吧？或者首歌全部都是讚美句子，真的要度定啲讚美句子先，如果唔係招架唔到。嗰啲四字詞語咧，佢唔知咩嚟噶啦，唔緊要，交俾我四字詞語嗰邊。好，你可以幫我。我再寫俾你。你話好大壓力咧，咁你話即係再上翻台，有冇啲準備啊？啲為咗今次。我想其实都刚才 J 峰是这样安慰我和 calm 我，其实可能真是自己的心态调整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紧张，我自己会紧张呢就仲乱了，但是他刚才好好跟我说我们有好好的团队啦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啦，有他啦。我们的团队真是几正，因为合作过的、yeah. 所以我一知道是这个团队我就很放心啊，还有 J 在这里。不用担心啦，系咯，我见到佢咁个样咁轻松，我当堂又真系轻松翻啲。唔系我讲真嘅，因为我唔系氹你啊，讲真嘅，一定会正。好好。即系通常都系系咪拣对方啲歌啊，系咪啊？都会嘅，都会有嘅。咁所以但我哋唔可以透露太多。但系最正都可以透露俾大家就系因为呢、這个。
show 入面咧，我哋一定都会唱自己嘅新歌。系啦，因为 J4 有新碟啦，我又啱推出咗 EP 啦，咁所以咧，大家都可以准备听一啲非常之新鲜嘅嘢啦。你要记住要背歌词啊。嗯哼。因为有时候我甩歌词咧，我就帮你系嘛。我唱。我都会甩歌词嘅，系。我一唔记得就对支麦出嚟。你嗰啲歌词话高音高音唔唱。系啊。哇，原来好好用噶。我代咗佢先即刻。我见到 Joyce， 我见啊唔系唔系，我见到 Joyce 嘅时候咧，啊高音嚟啊。即刻，仲要俾埋我添啊！到时就系咁咯，交换咪。讲事啊，讲事，我会唱嘅，会唱嘅，唱嘅。但兴唔兴奋啊？就嚟出新碟啦，呢啲。超兴奋！12月18日啊，叫做 In Good Time。咁呢个呢只碟其实所有嘅歌咧啊都有份写嘅，所以系超期待啦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个 show 咧，我都会想，如果有机会啊，可以唱晒就好。系咯，可唔可以啊？你但系你有成7只喎。系，都好多。几首新歌入7只，7只都系。七隻哦，誒隻碟度啊，即係未 plug 噶，係啊，仲有兩隻未 plug 啫。咁唱曬佢咯，唱曬佢咯 ，plug 曬嘅，咁但係睇下點啊，睇下點。係啊，我咁我新碟都係5隻，我諗下咯，諗下唱唔唱曬，因為我好多歌想唱啊嘛，即係自己嘅歌。long 啲要谂下 ，long 啲呢首歌唔容易啊。唱我會嬲嘅，會嬲嘅。係啦，我哋要合唱啊。我有諗過合唱，但係我覺得好似你。我想听你唱吓咁样样啊！咁我都谂定有啲咩歌我想听你唱，点定先？好系咯，我哋俾啲 request 俾大家。俾啲 request。咁你圣诞嗰即系冇得去玩，筹备个 show 噶嘛？哦，系啊。其实我呢个礼拜已经日日要做嘅，但系好开心嘅。但系就系做嘢同埋筹备呢个 show 咯。嗯，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